是食人蜂。有看到蜜蜂了吗？在这里啊，这里有一只蜜蜂，有看到吗？爸爸，我检查过了，那个蜜蜂不是食人蜂，那个蜜蜂是喜欢的。看盘的家，看盘的家，那个蜂是好蜂，是好蜂哈。弟弟，你要看什么？螃蟹的家。看螃蟹的家啊。那我们去找看看，你要先找洞洞，因为螃蟹都住在洞洞里面。你看到蝴蝶了吗？这里有很多蝴蝶，因为这里有花，有花就会有蝴蝶来采哦。你没有看到蝴蝶吗？好，看螃蟹的家。好，我们看螃蟹家。没有。我找，我找。哎，这里不要过来吧，如果过去，这里可能会不小心掉进窟窿里面哦。我们看昆虫就好，好不好？我摘，我摘一个。我找到螃蟹的洞。哪里？那里。哪里螃蟹洞？哦，我找不到，没关系。哎，我摘一朵超好、超酷的花给你，这个叫牵牛花，要不要牵牛花？要不要？要。要牵牛花，举手。好，我摘牵牛花给你。爸爸。啊？那这个地球世界上有没有？等一下啊、哦。有没有喇叭花？啊，有有有。牵牛花在这里。牵牛花。对，我来给你们这一朵花哈，这个牵牛花。喇叭花，爸爸，这个花好像，这个花瓣好像木瓜哦。来，给你牵牛花。这个花瓣好像木瓜。对，很像木瓜，这是木瓜花。